大家好，今天这期视频呢，和大家聊一聊国内的这个抢彩的事情啊。我聊呢，肯定不像这个王志涵，他从什么又是政策呀，又法规呀，等等等等这些事情上去聊啊。其实你聊政策、聊法规啊，都是共产党定的，所以说你聊这个，我认为没有什么太大的一个意思。所以这个东西，咱们就不要抠那些条条框框。那我怎么去聊呢？那一会儿大家听我聊啊，就知道了啊。其实一切的事情啊，都是说这个人要怎么活，是吧？都是人就有的时候看不开，一些事情看不开呢，那就走窄路了。所以就包括房子也好，包括这些事情，把它看淡一些，可能人生就会更加的轻松一些。这些话说着很容易啊，但是做起来非常非常的难。这个我也知道啊。我最近呢，就是看这个互联网上都是一些特别消极的一些评论。或者是说言论，我特别不喜欢啊，就包括国内也是，国外也是啊。你国外这些呢，大部分就是反对共产党的，天天就骂呀，烧这个旗帜啊，烧这个那个的，全是走这个牌。那可能就是，可能对这个共产党特别不满啊，导致的一些什么非常激烈的一些行动啊，或者是说言语这些东西啊。那还有一部分这个墙内的，就是说什么呢？啊，我35岁了，大龄，完了天天活不下去了，是吧？没有工作，怎么样的？啊，生活特别艰难。完了，那外卖小哥呢，就是被人欺负了，又点餐给差评了，就哭说底层人多么不容易啊，怎么样的啊？要不然就是一些去什么景区石头砸脑袋了，或者是说被河水冲走了，就这些意外的突发性的一个事件吧。其他的也没什么了。你看国内的那些政治宣传，我都不看，我看完恶心，是吧？我是实在不喜欢这种这个宣传的一个论调啊，所以没有办法，就不喜欢，是吧？所以你看，墙内也不行，墙外也不行，怎么办呢？就不看了，你就不看了，那也就这样了，要不然你咋整？或者是说你抱着这个看一乐的心态去看，那这样的话吧，你说，那咱还不如看着这个有意思点儿，看点什么电影啊、笑话啊，哎，来得更开心和愉快一些啊。现在这个国内房子不降价了吗？现在所有的这些油管的一些主播都开始就是唱衰中国的这个经济啊，等等这些东西。我想说什么呢？我认为应该理性的去看待目前中国经济的不好的一个现状啊。我并没有说现在国内的经济多么多么的繁荣昌盛啊。多么多么的好，对吧？但是我想跟大家这么说啊，如果中国的经济也不好，对吧？亚洲其他周边的国家经济也不会太好，是吧？亚洲不好，欧洲就包括老美，会不会受到影响？当然会。那什么叫全球经济一体化？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势必都会受到影响。所以说，这个经济不好，大家都不好，都在这个车上坐着。你回过头来，咱们看一下，你比如说，川普那前跟中国打贸易战，最后大家觉得这个美国赢了吗？对吧？如果美国赢了，假如说美国赢了的话啊，那现在应该跟中国脱钩了，完全摆脱中国的这个，怎么说呢？与中国经济的一个往来。那中国现在既然还进口这个美国的转基因大豆，就证明它还挺热乎的，要不然不可能买你大豆嘛。所以这个就是没有脱钩，没有脱钩就是失败，你脱不了钩，你还得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你就是失败嘛。你说中国经济怎么就不行了，衰败了，或者是说这个，比如说房，我看现在也特别有意思在哪儿呢？这主播吧就开始做这种房价什么腰斩呢，就这种视频。这个房子压根儿它就不值那么多钱。现在少子化陆续到来，再一个经济不好了，可能老百姓手里没钱了，再一个即便有钱也不买房了。为什么？都有一种追涨杀跌的一个心理，房价也不例外。房子在中国算什么？算理财资产理财产品是吧？所以说，就是房子涨，它是有上升空间；房子跌呢，它也有下降的一个空间。那这个就是怎么说呢？这个就是
经济的一个发展的一个规律，没有永远去上涨的一个市场吧。那美国还有很多轮的这个经济危机呢，这怎么的？你到中国就没有经济危机了？它也是有这种经济危机、经济周期的。完了之后呢，哎，还会往上涨。完了之后再过几年，性也还往下，这都说不准的一个事儿。经济不是有周期的，所以在我看来，这不是什么一个这个非常奇怪的事儿。完了就开始做这个国内哪个高端楼盘，这个价格腰斩了，说去年24000开盘的，今年就14000了，买一个100多平的房子，从去年那个下单了，今年交房的时候立马赔了100万，是吧？说这些房主这个心情是怎么办的？我这心情怎么办呢？那凉拌呗，还能怎么办呢？你能让开发商退钱吗？他能给你退吗？对不对？那就一个愿打一个愿挨呗，这投资失败了吗？就是买，那你买股票腰斩了，你骂谁去？对吧？你搁那个大 A 里头输的钱骂谁去？这些就是做这些节目就很荒谬啊，但是很有市场，因为这些通常来讲看这些视频的啊，就是哎，这共产党领导的不好啊，那老美也有经济周期啊，也有经济危机，看一看老美那个历史。那你说他民主自由，他选出来的领导，那可不都称心如意吗？那怎么还那样呢？所以你就是，咱说白了，你扣屎盆子说事儿，咱说事儿，你知道吧？老是这个就是，就什么玩意儿都跟这个政治就天天挂钩，天天挂钩，这看着都烦，是吧？国内拼命说自己领导的多么好，国外就天天说这不是人，怎么又强拆了？这那。你看着这些吵吵把火的，这些有正常人吗？你包括六四那帮人有正常人吗？对吧？都根本都没有正常人吗？我合计了啊，就是以后我这个视频呢，就是搁这个推特上面找点主题，再一个呢，看一看王子安的这个视频，他做的什么节目，玩没事谈一谈话题。当然我就。以后也就是我不会说再就是针对王子安去说什么，就针对于他视频的内容去聊聊天，就是找个话题跟大家聊一聊，就王子安今儿说啥了，明儿我也说点啥，是吧？当然就也不会说就对王子安说点啥，就是针对王子安说什么，因为王子安这我太了解了，是吧？这王子安太有意思了。王子安就是搁大陆挣不着钱了，现在去油管就是挣点钱，就是这样，也为了生存，都可以理解。王自然前两天还替日本政府担心呢，说现在这个日本强制，就是在日本的这个雇员必须加入日本的这个年金保险，啊，说这个日本年金保险可能不够了啊，这个少子化呀或者这些，日本少子化我高兴，为什么？对于我今后的一个就业，那非常有好处嘛。对国内的伙伴也是，你们来日本也相对来讲越来越容易，它少子化以后，但前提是什么呢？咱们这个一定要这个做好攻略啊，你来了这边到底是啊怎么搁这边留下，怎么就业呀，自己提前做好攻略，有一个自己打算，再一个把钱准备够啊，你别说钱不够，你钱不够他也不敢让你来，他怕你搁这边失踪啊。你前两天咱们这个日本出了一个事儿嘛，就是说两个搁这个港区啊打工的搁车上干起来，俩中国人，一个中国人37岁的啊，拿刀给一个20多岁的一个小伙得给捅了，啊，完了之后，那个三十几岁的那个人还是日本一个大学的这个研究生，日本这个大学的研究生吧，他就是比如说研究生学院，或者是说这个读这个研究生，他不叫这个，他叫大学院啊，所以说。这日本那个媒体报道就大学院大学院的，一开始来我还挺不适应的，啥大学院大学院的，是吧？但后来就是学完日语就那个什么就会了。大学院叫大一嘎库音，大一嘎库音。我现在这日语发音呢，就跟那个我日本的同学嘛，这个就说你这个就是这个小孩口头莫破语。我说那可不口头莫破语咋的，是吧？啊，就口头莫破语。一个一个蹦，是吧？连句的时候少，为什么呢？因为现在就是学的应试的这种日语
但其实你要是说交流也能交流，你唠点什么这个自信科也能唠，但是就是相对来讲你用简单的这个单词去表达吧，就是不可能说像我做视频跟大家聊的这么酣畅淋漓一样，就这么细腻的去表达我的思想和观点，那这个够呛了，对吧？但是这不影响交流，毕竟我是日语 N2 嘛，是吧 N2、我这个还挺这个骄傲的呢，就是在我的同期的同学当中啊，就一年过 N2 的啊，我看看啊，我一个班里头20个人就有2个，那个人呢是一个什么样的呢，是天天补课是吧，就是那补课班花老了钱了啊，就补这个日语，搁日本补日语，用中文讲日语，你说你搁国内学呀是吧，你搁国内学你多好啊，白天上课呢，这日语语言学校这个你真学不出来啊，你还是得自学是吧，你顶多练练口语还可以，但是确实这个你要想过这个日本语能力那是甭想啊，太难了太难了，你像我那些外国同学这一年过 N3 都过不了啊。所以说有的人说中国人学日语有优势，那我那一个班里的70%-80%都是中国人，80%-90%吧，那我也没看他们过呀，那怎么还10%的概率呢，10个里头有一个是吧，完了还得这猛补课才能过去，你像我这自学通过的我估计可能也就那真的非常少了，凤毛麟角。所以这个我还是比较骄傲的，就一年过了 N2 完了之后呢，这个啊就顺利的这个升学了，这就给我争取出来一年的一个时间，而且呢也减少了一年的花费，在日本一年是很多钱的，日本这算少的，那你房租啊水电的各方面，日本水电费一个月多钱，水电煤一个月300多-400块钱是吧，就这么花是吧，多亏现在中国经济起来了，要不然我这花钱如流水了是吧，这我也那个心疼了是吧，这一天这个但是只能拼命的学习吧，你说像他们去打工没工夫学习我觉得也不太好，都耽误在打工的这个道路上面没啥意思啊，顾此失彼。你像有一些就是你比如说像尼泊尔或者是说就是一些亚洲的老少边穷地区吧，就类似于咱中国的大凉山，就这些地区的人啊，他们那个日语啊说的稀烂是吧，而且汉字啥也不会，就打工了，打完一年工呢，完了把钱全交房租了是吧，全吃饭了，全交学校学费了，家里还给贴点儿，完了还没学明白，学完2年回国了，你说来着你说糟心不糟心，这完全来这花钱来了消费来了，要不然就是打工来了，打完工了就回去了，这也很那你图个啥，你搁国内搁家门前就家门口打工是吧，还能攒下来点钱，2年时间是吧，就环境再差吧，你说攒个几万块钱也比搁这花好几十万强吧，所以这些就是不学习的这些人呢，我是实在是理解不了是吧，可能脑子不转筋。那好的，咱们接下来跟大家聊个什么呢，聊个那什么，咱们聊个国内发生的强拆事件啊，咱们聊一聊完以后我会没事就跟大家聊一聊的，就今儿有什么事了我就拿我这个大疆 Osmo Pocket 3是吧 Pocket 3给大家录一段，大家锁定我的频道啊。说6月16日四川凉山啊，这叫黎族还是彝族啊，我这念大白字的啊，黎族自治州，说女子发视频称他们家经营的这个一个客栈说民宿啊5月份遭到强拆，但政府呢并没有给予解决和安置啊，说19岁的弟弟因无法接受这个事实当晚跳楼了自杀了，那没给他解决这个住宿地方搁哪跳的，完了弟弟轻生前呢曾在朋友圈发文说一切都会好的，都会好的不是吗，那都会好的不是吗，为什么要跳楼啊，6月16日家属在政府门外维权，其父亲嚎啕大哭，
我就想见一下青天大老爷，见你们一面就那么难吗？我要求不高，我们的房子啥都可以不要，我就想给娃儿讨一个公道，孩子也要钱嘛。那公开资料显示呢，湖南卫视节目组《亲爱的客栈》第一季曾在该民宿取景拍摄，那肯定还是一个非常好的地方，风景优美。节目组的主要嘉宾什么刘涛、王珂，还有等等等等吧。完了，节目通过让明星经营客栈，感受不同于拍戏的生活，远离喧嚣，完了在慢节奏的生活当中寻找生活的初心。截至目前呢，相关维权视频都已经这个被删除了政府如果要是强拆你的房子，肯定是有道理的，他没有道理，他没有他相关的一个规定，他敢强拆你的房子吗？他有他的一些章程和章法。那有的人说，那可不是，这农村有的是那个强拆的，或者是说，这个事情。就是这种强拆的一些事情，但这个说句实话，我真不知道。我就看一个这个上海的人，他拍了一些说这个房子说强拆了，因为补偿款不到位呀，这些事情之后呢，就是闹得非常不愉快，就是喊杀喊打，就是上海的这个强拆啊。那这些喊杀喊打的人呢，其实他给他们的拆迁款啊，基本上都是。七八百万，是吧？完了，1000万，就这些都不走，是吧？都不走。少的呢，可能给个五六百万。你哎，也就我跟大家这么说，你就跟咱们平民相比啊，就像我这草根，是吧？那太够了，是吧？要多钱是多呢？你在农村生活的人啊，我可以这么说，你给他个100万，他能活得老好了。真的能活得老好了。你比如100万，你稍微投投资理理财，你一年能赚个，5万块钱肯定能有了，5万块钱活一年能不能活？2年都能活，就看你吃啥呗，而且还是有鱼有肉，是吧？有水果。中国其实吧，你说消费并不高，主要是这个医保，是吧？就这个医疗资源。比较紧缺，那县城的医院也能看，那敢看吗？是吧？又嘎腰子、嘎肾、嘎这个、嘎那的，有时候老出那医疗事故，就不放心嘛。所以就是医疗这一块是一个大问题啊。那别的方面都还好，身体要是硬硬邦邦的，特别好的，我觉得这归隐田园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对吧？躺平，现在流行躺平了，我看已经有很多的这个攒了70万、80万的夫妇就开始躺平了，是吧？靠利息生活了。也挺好，是吧？也挺好，心态决定一切。那回过头来说这个强拆中国不是说没有强拆的一个问题但是有的时候呢，就是政府和民众之间老是达成不了这种协议我看了上海的那个拆迁我看了一下上海拆迁的相关的方案，因为我就是根据那个。上海的那些认为拆迁不公的那些人，他们说出来的这个话和拆迁的这个方案，来讨论这个事情。我得出一个结论是什么呢？就是上海的拆迁呢叫劫富济贫，是吧？这个拆迁，上海的拆迁方法它叫什么呢？就是说，为什么叫劫富济贫呢？因为有一个说法，就是说这地方如果假如说你这个。签那个协议离开的达不到95%或达不到一个标准，它有一个标准就拆迁方案上面就不能拆了，不能动了。所以说必须让大多数人满意，这个地方才能拆，剩下那几家给他强拆了就完事儿。那不能因为你这一两户对吧？完了你影响我那些，就影响这个楼盘，或者是说影响我这个上海招商引资。那怎么让这些人都签字呢？我看出来的一个方法，就是说什么呢？给这些老破小的业主，或者是说这个上海的住户，上海人，给他相对来讲换一个大一点的房。完了之后呢，让这些就是土地面积特别大的人，相对来讲吃点亏，这个比例是不一样的。
这个有点像什么？就像咱这个中国收税，你越有钱的人税交的越高，越没钱的人这个税相对交的越低，所以说这叫劫富济贫。那因此，这个上海的拆迁的方案，我看就是运用了这种劫富济贫的一个方式。有钱的人呢，你少拿一些；没钱的人呢，你相对来讲给你改善生活，你家有厕所，有这个有那个了。那有钱的人呢，原来就有厕所，有什么这个那独立卫浴，那确实他不合适。即便它不合适，但是也给了他们这帮就是有钱人千八百万，啊，也给了一，就这些，因为他们这些有钱人都是大户嘛，平米多嘛，所以说每个人都是1000多万，啊，但如果假如说按照和这个普通底层老百姓一个方法呢，他们应该得2000多万，所以说这里外里就给这些富人这个房子给腰斩了嘛，是吧？穷人那个房子变大了就合适了，那这个。就是上海这种拆迁的一个方法，我觉得这个也是中国怎么说呢，统治的一种方法，啊，就不管中国吧，国外的这种税收这个机制不也是劫富济贫吗？让富人的税高一些，让穷人的税少一些，给穷人予以补贴。你包括日本也是啊，都是一样你像咱们这些这个留学的，那都给补贴，但是就是在疫情期间啊，疫情期间的。我听说他们给了说10万日币，合人民币就5000块钱。你像我来以后，就是这个物价不涨了嘛，也给补贴了，一共给了3500块钱人民币啊，就合人民币就7万日币。那这个就够我一年的这个水电煤了，对吧？说这物价上涨嘛，但其实我也没有感觉到物价上涨，因为我买的东西都是自己做，再一个呢，我挺会买的。积分呢，这个那个的，储值卡玩的贼溜，我到哪儿都不吃亏，啊，就是这个购物小能手，持家好男人，那基本上还是挺便宜的啊。我没真的没有觉得日本有什么贵的，你只要自己做饭，你像我天天吃和牛，一顿和牛多钱？可能牛肉也就十来块钱，就那一份儿啊，完了再倒点调料什么的，可能就20块钱做一个这个牛肉饭，加一起不到20块钱，是吧？再来一个那个蔬菜沙拉。差不多，20块钱一餐，那吃的非常好。你看有肉，有和牛，完了有蔬菜。我今儿晚上做的就是圆葱和牛，就是圆葱炒和牛。完了之后呢，这个拌了一个沙拉，还吃了一个日本的豆腐，就那小块的，特别好，就拌点酱油就吃了，贼有营养。一会儿再吃个苹果，苹果贵，这日本的水果嘎嘎贵啊。我这苹果那个。3个苹果我花了多少钱？我花了，我买的算便宜的了啊，我好像一个合多少钱？真有点忘了，好像3个苹果花了我20来块钱啊，3个苹果，那合一个苹果7块钱呗，7块多钱，那这没办法，那这个就是我的这个相对来讲，一天的一个一餐饭的一个花销啊，一个苹果，一袋蔬菜沙拉，一块日本豆腐和牛。是吧？也就20几块钱，不到30，啊，也就是这样。完了，午餐呢是搁这个学校附近吃的啊，那相对来讲就没有晚餐这么丰富了，也就30来块钱，30-40块钱吧，一顿饭啊。但是你搁外边让别人伺候，那肯定就贵了，对吧？虽然价格差不太多，但是，确实这个质量是不一样的，晚餐特别好。所以这个就是两顿饭的一个花销，那一天也给。60-70块钱最少，那还有房租啊，还有这个水电煤啊，大家自己去想吧，是吧？你看搁日本的这个生活的一个成本，那这个是给这个想来日本生活的，或者是说来日本这个工作啊或者学习的伙伴一个参考啊。那我主要不是跟大家聊这个，我主要是跟大家聊那个聊这个抢彩的事儿啊，这是说跑偏了，接着聊这个抢彩的事儿。这个19岁的孩子面对这种强拆这种严重的一个打击，他没有经受得住。我想说什么？这孩子见世面的少，或者是说对这个世界的看法，或者对这个国家的看法，他不明确。你就像我这种人啊，就经历了这岁月的一个沧桑的人，是吧？经历了体制内洗礼的人。我现在我跟大家这么说，就是我身无分文，只要我有一个健康的体魄，完事儿。
面对什么种种的这个不公，我能抗争我抗争，我抗争不了咱算了，对吧？就算了，我不，就是咱说打不过你我跑行不行？不玩了，老子不玩了，就是这种颠儿的，啊，就是这种这个做事的一个方式和方法就可以了。所以你看中国这个孩子面对什么这个不公平啊，或者是说面对自己理解不了的事情啊，就不行了，就跳楼了。跳楼了，政府会有人同情他吗？会有人给你就负责任吗？对吧？就是真打官司啊，伙伴们，就真打官司。比如说强拆你跳楼了，咱就猜错了，那是猜错了，是打官司赔偿你房子的事儿，不是赔偿你人命的事儿，是吧？那有的人会说了，那你说拆房子跟他跳楼有直接的这个关系啊？但法律上不给你这么认定。再说了，你跟共产党打官司，你跟公家打官司，民不与官斗，这自古以来的这个说法嘛，你怎么去跟公家去打官司？你开玩笑吗？你跟公家去打官司是认识这个世界认识的不清。我跟大家这么说啊，大家应该都知道台湾有一个著名作家叫李敖吧，是吧？李敖曾经说过什么？他说如果我要在大陆，我才不那么傻，就像八九六四的说去天安门，他说我才不那么傻，这是李敖说的。他说那我就就是合作了呗，就完事儿。但是你看啊，李敖在台湾他并没有合作，有没有意思？后来我想了一下，我觉得李敖是不是因为在台湾他死不了啊，所以说他没合作呀？这是李敖高明的地方，他会审时度势，是吧？会知道自己啊，我死不了，我跟你叫唤叫唤，对吧？大不了坐两年牢，我要一说话我就死掉了，那我就不跟你玩了，是吧？我太害怕了，我就吓死了。所以说你看李敖他在台湾一直宣传什么呢，就是台湾没有台独怎么怎么样，就宣传这些东西。李敖这个人还是就挺有趣的，但是你说他的那些观点或者是说他的那些东西到底有没有什么价值呢，我不太清楚，因为我真的没有看过李敖的书。他说他的书写的特别好，我不太了解，所以说不敢去这个妄下断言啊，但他写的歌词就写的有两首歌吧，叫什么，就是什么只爱一点点啊，什么不看你的眼满意不看你的眼的，有个那个歌啊，我觉得还行，是吧？唱的还挺好的，词写的也挺好的啊，曲也挺好的，这个李敖做的词，所以说李敖肯定是有一定的这个才华的，要不然他不可能说是达到他今天的这个地位。所以说在台湾他还是非常不错的，但当然了，这个是李敖的一面，但是不是说李敖说什么都对，李敖他有他自己狡猾的一个地方，所以那这个就是李敖的这个会审时度势。所以说要跟这些大师学什么呢，李敖在台湾叫李大师，叫审时度势，是吧？该作秀的时候作秀，该干什么时候干什么时候，是吧？该抗争的时候抗争，能干过干，干不过颠不过呢，这个委曲求全，这就是李敖的一些做法。但是我想跟伙伴们说，这李敖的这些做法对不对呢？非常对，叫审时度势。不会审时度势的人在哪儿呢？是吧？在棺材里呢，有意义吗？所以说当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东西对于你来讲都不构成威胁的时候，就是这个人没有任何的一种欲望的时候，那你就是无敌的，是吧？所以说不要把自己的欲望，就是一个是不要自己的欲望太高，再一个呢要学会审时度势，看清这个世界到底是什么样的，我能不能跟你合作，我不开心，宝宝不开心，那我颠了，对吧？能不能颠？我要假如说颠不了，我真的不相信颠不了这个事儿啊。这个伙伴们，我跟大家这么说啊，
有一些伙伴做搁墙内的，老说他自己走不了，是吧？有钱有有，我再说一遍啊，有钱有有钱的走法，没钱有没钱的走法，就是看你想不想走，啊，如果没钱的走法，你说不行，我不敢，太危险；有钱的走法，我没钱，那就搁国内待着，对吧？也死不了，摆平心态也没有问题，啊，这个就是我给现在看我视频伙伴们的建议啊。当然我是颠的，我走了。那这个我认为是非常中肯的，也是我的一个就是肺腑之言。我不会说去这个怎么说煽动大家怎么反对呀、啊、什么什么，这个真犯不上啊。一个是这个肯定是违法的，对吧？这肯定是违法，你学张展嘛，对吧？你看张展现在什么样呢，是吧？那自来张展也不是一个太精明的人，这胖乎的，你现在更胖了，是吧？倒挺富态，是吧？都搁关的吃的不错，挺好。而国外这帮人权就开始这个怎么怎么地了啊。所以不要学这些东西，是吧？不要学这些东西。就是干这种事儿的人呢，就是有一部分人是为了什么？为了炒作，是吧？为了炒作。有一部分人呢，就是说闲的没事干，是吧？真就是我就这那么想的，我就那么干了，你爱咋地咋地呗，是吧？那大不了就坐牢吧，是吧？那坐了。还有泼墨的，大家知不知道那泼墨的精神不正常的那个？你像现在啊，我再跟伙伴们聊一聊啊，就是你比如说这个台湾刚下台的这个总统不叫蔡英文吗？蔡英文年轻的时候啊，就那前他还来过大陆呢，去过上海什么的，就他其实你说蔡英文他不了解这个大陆吗？或者是说他不会审时度势吗？不是啊，我觉得蔡英文特别会审时度势。你包括我上回说蔡英文在这个接受采访的时候说那个话，我认为非常的幼稚啊。我后来自己也回头想一想，难道是蔡英文幼稚吗？还是他就是那么说？他这是一种政客的标准的答案。他这个话可能不是说给我听的，他也知道，是吧？对方敢打，但他为什么说他不敢呢？他是说给他的民众听的，他是让民众投他票嘛？他说明天就打过来了，完他再搞台独，那你说他不疯了吗？那就这，如果他那么说的话，他自己逻辑上边不能契合，是吧？不能自洽，为什么呢？因为你看啊，明天就要打过来了，是吧？对岸敢打，完了之后呢，我再宣传台独理论，完了之后我这个逻辑链条是什么呢？我知道他要打我，他敢打我，我还要台独，我的意思就是要把他，我的政治的一个手法就是把台湾引向这个战火。那你看这个逻辑一整，那台湾人谁敢投他票，对不对？那对他这个党派什么，所以说他既然想走这种独立派，是吧？就台独派，他就要找一个哎，对面还不能打我的理由，完了之后呢，哎，你看你们大家还享受着这个台湾的民主和自由啊，这个是他的一个逻辑，我觉得也有可能是这种分析，对吧？事情都不是说就是片面的，一个也有可能蔡英文真的就是缺心眼，他就不明白，对吧？另一个方面呢，那确实他就是说给他的这个投票的这个听众听的，他知道怎么回事，但是他要愚弄的是他的民众。所以政客说的话，我觉得大家都是就是听一半是一半，是吧？听一半留一半。蔡英文现在说的话和以前他没上台之前说的话也不一样，上台以后说话都会变味儿的、啊、你看他当在野党的时候他都光光骂 他上台了以后天天 也就那样的、啊、天天就说夸自己好，或者是说怎么怎么样。那这个呢，它就是政客的一个主意，所以这个我就是对政客的一个看法。
所以谁要是假如说真信了政客的话，我就觉得在开玩笑。你看台湾那些就政治节目啊，什么这些东西啊，包括那些就是给李敖提问题的那些学生，就是做节目的时候说的那些话，我真的觉得啊，这个我觉得台湾的伙伴啊，就是有知识有学问的，觉得都丢人，就台湾人自己也觉得丢人，就问出来的那话特别没有水平。那这个就像我看到大陆的那些微博上面的评论啊，就傻的都已经冒烟了，一个感觉，一个感觉，所以说为什么说这个自媒体这玩意儿没啥意思呢？就是尤其网络上边聊政治的没啥意思，就是他真的你能找到理性的这种平台，或者是说这种主播，非常的不容易。就没有人说实话，什么玩意儿啊？你就得搞准这个出发点。如果他这个出发点是好的，那么他这个节目相对来讲质量就高。如果出发点不行，是吧？流量可能会很高，但质量不行，都是假话。我记得以前有一个叫，我看的是《江峰时刻》啊。还是什么，就是一个法轮功的，他引述了一段历史，说是当年马来西亚屠杀什么中国人的时候，就反华的时候，那前那个马来西亚华人不是中国人啊，他已经国籍换了，就马来西亚华人。完了，那个怎么来着？说是美国帮着的，说最后呢，马来西亚才收手了，没屠杀那个，就是。就不再屠杀，继续屠杀华人了。说把那个什么舰队开过去了，有那个舰队。我后来一查，我查的维基百科那段历史，人说了没有这个，就美国就和西方国家就呼吁他不要这个杀华人，就跟现在呼吁这个巴以停战一样，是吧？都没有用啊。所以说，这个就从这个事儿以后，我对这些法轮功的群体，或者是网上这些就是狂喷的分子，就不管你包装的再好，我一律不相信了，都是假的，都是幻觉。所以我就希望伙伴们每天开心快乐，钱财都是身外物，干啥都不如身体好，身体好才是。真的好，是吧？一定要开开心心、快快乐乐的，这就是我自己的人生格言。就不管怎么样，不管我未来的路在哪里，是吧？我在日本能不能发展的好，是吧？能不能待下去？但就目前来看，应该没有什么太大问题啊，因为日本现在少子化呀，等等等一系列的，再一个我文凭也够啊，所以说这个应该是留下去不成问题啊。一旦假如说成问题了，或者有什么闪失了，也无所谓，看淡一切嘛。人生就得这样，你得云淡风轻一点。你不能说来个事儿咋就是天天张牙舞爪的，那你现在小孩不就跳楼了吗？这叫人生观。所以说，培养孩子应该给孩子一个健康的人生观：如何面对自己的得失，如何面对这个世界的不公。这个世界压根儿就没有公平。有的人说这个世界就是丛林法则嘛，或者是说怎么样？我觉得说的也不是不无道理啊，可能说的有点血腥，但这个世界是不是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就是这样的。那油管上的那些，哎，不是油管啊，那微信上面的那些主播不还在割韭菜吗？卖这个1块、2块、3块、4块的东西，割这些底层人的韭菜吗？给发点什么这破玩意儿那破玩意儿的，割个韭菜，10块钱的东西也割几块钱是吧？我还没割过韭菜呢，我以前搁网上买过一个吊坠啊，10块钱，那假的，是吧？那当然我也没合计它是真的，但是我就是觉得那个样还挺好，我合计买来玩一玩，显示的都挺大的，一来就手指盖儿那点是吧？假的，这被骗了10块钱。所以说，就是这些，
网上的这些主播，不管说的再天花乱坠啊，不动钱啊，伙伴们看我视频的伙伴不买啊，就那微信直播公众号卖的再便宜不买啊，不买，去哪儿买？去京东、淘宝比比价是吧？看一看，你跟他扯什么呀？你像那个董宇辉卖那个东西再好，这他生产的呀，那搁他那买什么买？哪个能有淘宝便宜呀？那自己搁淘宝买不行，所以说直播带货这个东西，我压根就不相信，直播带货这个东西，因为如果你自己会买的话，就是你肯定买的比它便宜。这个是什么道理呢？我跟大家这么说啊，大家想一想，直播带货，他直播，他自己得开个店，对吧？就等于他开了一个淘宝店，完了他还得出人。出这个设施，还有这个策划，什么写小作文给董宇辉是吧？完了出等等一系列的这些东西，它有成本呢，还得出人嘛，那人不给你讲嘛？那淘宝店雇个店员搁那地方对应就一下就行了，但这个不也给你讲嘛？怎么直播？什么时候该喊了？什么时候要上啊？一个10块不要，2块不要，不得有策略有套路吗？就这个模式，对吧？它会搭时间、精力和成本呢。那这些东西，它可以转化成什么利润吗？要不然它不白搁那待着。所以说，这势必要增加它的一个成本。它没有那些就专门就干一个网店的，相对来讲，这个成本更低。所以说，微信直播公众号里头卖的东西都比淘宝贵，都比淘宝、京东这个有促销的时候，或者是说相对来讲这个要高一点。当然，但也可以理解嘛，因为成本上去了，是吧？所以说这就是一个逻辑嘛。但是你像有的人不会买，他不会搜索，他一看淘宝，哎，有的人家卖的确实贵啊，卖100多，我这主播才卖90，其实淘宝还有人卖70，他找不着，那你说有啥招？完后来一看淘宝卖100、卖200，那个其实是有可能是这主播自己开的，就让你搜，你看看是不是那个有卖200的。所以说我卖的便宜嘛，啊，现在套路哪儿都有，所以说你跟中国人呢，就是做买卖，一定是把套路什么的，就是一定要摸透。我觉得中国人的套路最多。我为什么不怎么跟中国人联系呢？你像我班里也有中国人啊，我基本上说话的次数特别少，不是说这个人到底有什么毛病啊，就是我现在基本上怎么说，就是。就伤心了，是吧？就你看，我以前搁这个语言学校就是交往的这些中国人也好啊，就跟他们交流啊，或者怎么样，真的就是能够让我觉得这个人还不错的，真的非常之少，你像语言学校的这个中国人，都是那种拿着爹妈钱来的，是吧？就是大吃二喝的，要不然就是日语学的稀烂，是吧？都是属于这种，我就合计，这中国人素质怎么能那么这么低，还有起码的这个礼貌都不懂的，就是待人接物什么的，你说个谢谢，说个怎么样都不会。现在的孩子就是相对来讲年轻一点的，有的年龄跟我一边大的也不会，这玩意儿就跟他没关系，就家教不好，所以说大家也不用合计是这些，但是这些留学生有普遍有一个共同特点，家里有钱啊，这个倒是吧，做点小买卖啊，但是那孩子素质。贼垃圾啊！我就碰到有一对东北姐妹啊，那素质贼垃圾，真的垃圾的他自己不上课，他还影响课堂纪律，不让别人学，就是恶心坏了。这东北这玩意儿呢，真是受不了啊！那给东北人丢人，你知道吗？所以东北为什么这个经济不好，它也是这个人的质量不好，好人可能都去南方。所以说，东北人要争气嘛，你自己自强起来，对吧？从我做起，好好的，就没有问题了，是吧？但是我这么跟大家说啊，就是说东北人还是怎么说呢？我真的想跟大家说，前两天那个小崔不说东北人什么素质好什么，我放屁呢啊！东北人什么素质好、素质高？我觉得是在放屁，不可能啊！
为什么呢？这个有一句话叫"穷山恶水出刁民"，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呢？这个经济越发达的地方，普遍人均素质越高，发达国家的人口素质就比发展中国家的人口素质要高，这是符合经济学定律的。不可能说越穷的地方人的素质越高，我说那是幻觉，这个是不符合经济的一个基本的一个定律，也不符合国情或者是说地区的实际的一个情况，因为科学家、心理学家已经把这事调查明白了，咱用不着再去调查这个玩意儿，不是说没好人，好人少，那东北没有好人吗？我就是东北人，对吧？有好人少，是吧？该跑的跑，该走的走，那东北那好人，那跑荷兰去了，是吧？跑日本去了。那跑哪儿有的是都，我以前那老师孩子全来日本了，是吧？那吉大的那老师，还有我母校那个我本科时候母校的老师，那孩子都跑日本来了，人家早就看透了，看明白了，对吧？你这。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怎么说呢？就是看清现实。看清目前的一个现状，那这个就是我想跟大家今天交流的，可能交流的这些东西啊，好像有点什么大道理。我总结大家一句话，我总结一句话送给大家，这肺腑之言，保持良好心态，这个就是目前为止最重要的事儿，经济不可能永远这样，也不可能永远的繁荣。所以居安思危，当危险来了啊，也不要慌乱，这就是人生，人生就有起起伏伏，起起伏伏。你一片坦途没意思，对吧？没意思。所以说咱们让人生多一些坎坷也并不是坏事儿。当风险这个到来的时候，你可能就会扛住。你比如王思聪。王思聪现在是挺好，人生天天找女人是吧？搞女人，搞网红，对象处了好几十个是吧？都是那种网红脸的那些东西啊。但是啊，你说王思聪他能不能经历什么大的危机啊？或者是说他假如说面对这种危机的一个到来，会不会像那19岁的那个孩子跳下去？我认为不会啊。王思聪吃过见过啊，他这个心态承受能力是有的。但是有的时候可能就是你从高位下来，这个到底心理状态能不能承受得住，是吧？那这个东西就不好说，所以说心态很重要。你如果心理承受不住的话，最极端的跳楼，你不极端的话，心里闷出什么病来也犯不上。所以说把一切的东西看淡，活在今天，这个是最好的。我记得以前温家宝说过这个话，珍惜你过的每一天，就这个道理特别特别的简单。但是我想跟大家说，如果想要做到，非常非常的难，非常非常的难，就是这么一个简单的道理。但是99%的人都做不到。好了，那今天的视频呢，咱们就做到这里，咱们下期再见，拜拜。